我们餐饮就是在这边服务的乳癌并不可怕，最重要的是怎么样及早的去发现，你要养成良好的习惯，定期的做乳房的筛检，但筛检出来乳癌的话，也能够积极的接受治疗，面对能够抓住最好的治疗的契机，这样子的话呢，乳癌的以后就会是最好的。